中华南门宫本港进香已经有212年历史，每一年进香拢吸引150,000人共同参与，是咱台湾进香团的开基元祖。预定3月12日上午8点来起驾，7天人民活动，专程用走路方式来完成，有接头香礼、接礼香礼、换龙袍礼，大家随妈祖来进香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